金龙吐水天下惊，万物复苏望丰年。万万没想到，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竟藏着一个口吐瀑布气吞山河的超级大龙头，这就是位于贵州省龙里县的惊人奇观云丛飞瀑。整个瀑布从巨大的黄金龙头喷涌而出，龙头采用11.8吨纯黄铜锻造而成，栩栩如生，堪比真龙。雕塑长宽高皆16米，悬于68米半空之上，抬头向天，霸气非凡，看过的人都震撼万分。而金龙的背面就是我国鼎鼎有名的龙架山，龙头以龙架山山脉为龙身，威风凛凛，以每小时300立方的速度向外吐水，龙瀑洒下，每分每秒滋润着中华大地，吐出了华夏文明的盛世画卷。同时，龙吐水的奇景也寓意着给华夏人民带来吉祥安康。你喜欢这霸气祥瑞的龙吐水奇景吗？关注我，带您足不出户看中国风光。